这是一个惯犯，常常有这样一个行为。那其实他是一个生病的人，啊，基于生病的人，我们希望保护他。其实我们1999接到这样一个信息，就通报警察机关去处理。那警察机关一到场，了解一个状况，实际就非常清楚，这是一个惯犯。常常有这样一个行为，那其实他是一个生病的人，基于生病的人，我们希望保护他，能够体谅家属面对这样一个生病人的心理的焦灼，所以昨天特别希望要求我们的小女生一定要保护他，而且小女生顺利把他做一个治疗。我想他是一个病人嘛，我们好好的照顾他，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的行为。